死啦！頭先講到邊度咧？我話我諗緊你之前講嗰啲嘢。咁你諗到未啊？都係啊，喺度消化緊你講嘅嘢咯。咁我係要幫你刺激下你嘅思維啦。張Sir，你認唔認得呢支槍啊？是你退休之前代过那支来的。哎，我好辛苦才向政府申请给自己堂的。你知不知道我用它来做什么？我就是用它来捉拿那班绑匪。我记得在学堂那时候，我发过誓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就算亲戚朋友兄弟姊妹老豆老母，只要他犯了法，我一样照赖。但如果钟 Sir 你就棘手啲，因为钟 Sir 你教过我咁多嘢，要我亲手拉你，我真系拉唔落手。但系唔拉你对呢个社会又唔公平，所以我真系有谂过，我可能会炸炸地地走上嚟呢度。又或者炸炸地地问你对于关于呢件案嘅意见，咁又炸炸地地拖延时间，再炸炸地地打个电话。啊，钟 Sir， 我打个电话得嘛？啊，随便啦。哦，点啊？呢度系牙前巷道36号3楼。呢度发生大镬嘢，即刻拖齐人马嚟呢度啦！喂，做咩三个铁仔喺度都唔开门啊？等我开啊！试下啲。张 Sir， 又会咁快嘅？我哋啱啱喺楼下抽紧牌啫嘛。咁啱啦，隔篱间啲粉档够钟开工噶啦，我同你过去扫晒佢哋，喳喳淋落去等我。Yes Sir。啊，钟 Sir， 我有事，我先走先啊。慢慢行啊。阿爸，咁点啊？唔好意思，阿钟 Sir， 如果有咩线索咧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犯咗法嘅人一定要拉。Goodbye, Sir. OK， 我会通知你的。走啦，Sir。慢慢行。嗱，呢七日公慈心都是一个人翻工放工，显得好冇心机，十下十下咁都唔知做乜柒。连佢嗰只狗啊 ，Bobby 都变得好冇胃口，戆鸠鸠咁趴喺地下度。仲有好似地产大王李嘉明呢啲咁唔使钱又兼可以出风头嘅宴会，佢都冇出席，咁就足以证明王七辉已经失咗踪啦。嗱 ，Sir， 种种资料显示王七辉系失咗踪嘅，加埋我头先嗰份资料，而龚慈心而家就搜集大批现金，甚至向汇财银行高息贷款高达3000万美金，准备运去台湾嘅。而佢喺台湾就冇投资嘅，所以我绝对相信呢笔钱咧就系赎金。是他屬失了蹤的黃七輝。阿 Sir， 有這麼多證據，你應該批准我查這宗 case 啊。喂 Sir， 你太太來報案，見你幾天沒回家，怕你被人標心啊。踢他走，告訴他知我不在這裡。Yes Sir。你聽到啦，一個結了婚的正常的男人扔下老婆去玩幾天是很小事而已，是你這些搞屎棍才這麼大驚小怪而已。大惊小怪，阿 Sir， 嗱，佢而家向银行高息贷款3000万美金喎，咁仲唔大件事？人哋做咁大嘅生意，将啲钱调嚟调去，就好似我调你咁简单咋？好出奇咩？人哋嘅老婆又冇报警，你咁多事从咩啊？搏砸啦，唔好乱讲啊 ！OK，OK， 阿 Sir， 影埋晒呢啲咁嘅相翻嚟，侵犯人权。仲侵犯物权啦！我而家警告你啊，我将呢件事写喺你嘅 file 度，我唔止可以隔你嘅职，你连监都有得坐啊 ！Get out！ 丢佢个咸虾柒，用个屎忽嚟谂嘢，我自己嘅识查咯。屌边个啊，张 Sir？ 屌佢咯，帮我请两个月大假。Yes Sir。
冇人知道我哋嚟收钱嘅。喂，原来真系你哋三个啊！我离远就见到你哋啦。喂，咁啱啊！嚟台湾做咩啊？嚟旅行啊。哦，系啊，我带佢哋嚟呢度玩下啫嘛。哦，你哋住边间酒店啊？未知啊。喂，我 book 咗酒店喎，不如一齐住我嗰间啦。哦，佢哋未知啫，我帮佢哋 book 咗噶啦。哦，喂，真系巧喎，嚟台湾都撞到喎。喂，不如咁啊，一齐截车去台北咯。啊，唔使啦，我哋有朋友嚟接嘅，等紧佢哋啊。喂，咁唔阻你哋喎，啊？唔阻。好啊，拜拜。其实台湾有几大啊，我实揾到你哋嘅。阿燕，解缆啊！好。这些钱你回大陆去娶个老婆都够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得谢谢。嗯，拜托了。没问题。那明天十点前，要用这些证件去银行开户口。好，来，好好，你的，你的，谢谢啊。张Sir，龚慈心开车银行汇钱。喂，静哥，不退休老兵的身份证和图章已经买好晒啦，攞咗去唔同银行开晒户口，等龚慈心的钱回嚟噶啦。嗱，你记得将啲钱分散喺多啲唔同嘅银行度攞，保证每一间银行唔好攞太大量嘅现金。喂，以前绑黄七辉班人啊，蠢到将啲赎金汇入自己的户口，抵俾我哋拉啦。今次班老兵啊，翻晒大陆。就算警方想追查呢啲钱回咗去边啊，都冇我哋负啦。仲有要揾翻班阿伯去银行攞钱，免得引起人嘅怀疑。叫你台湾天下和我班兄弟绑住班阿伯，等阿伯一攞到钱就即刻带走。同一时间喺十几笪地方攞钱，我打你系诸葛孔明啊，都吹我唔着啦。无论是什么调查局都要有首令，香港和我们中华民国在外汇机制上有高度的秘密，而且牵涉到国内许多银行的秘密。我身为中央银行的总经理，掌管着银行许多交往的讯息，保密可以说是我的生命。以我的专业操守，你这样跑来问我，对我的人格来说就已经是很大的怀疑和侮辱。表叔，我只是想问问香港汇来的钱到底到哪儿去了，这件案子牵涉到人命，阿成又是我大学的同学，这次实在没有办法才找你帮忙。表叔，就算看在我的份上。陈子明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请叫我冯先生。我这个人做事公私分明，别跟我拉亲戚关系。真的连亲戚也没有情面讲。住手！我说，我说，住手！我不能说啊。